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俄罗斯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69公斤级的比赛，由来自新武创新的斗牛士熊子强。我相信很多观众对他都很熟悉，而且熊子强从在武林风的比赛之后呢，也圈了挺多的粉。面对来自俄罗斯的阿祖拉耶夫，阿祖拉耶夫是这个欧洲 K1 规则的冠军，那么8胜1负的战绩。哦，熊子强刚才后手拳很漂亮。熊子强目前是2015年的武林风新人王，我们都知道。摆拳，这个阿祖拉耶夫是26岁，熊子强是23岁。我们看熊子强一上来以后表现得很机警，啊，这个整个身上的弹性也很好，是准备要出动作的样子。前刺，前刺都没打到，熊子强后手拳接平勾，对方一个后手上勾。两个人有点像这个下围棋啊，这个后手杀招特别多。左手拳、前手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阿祖拉耶夫本次来俄罗斯，我们感觉到这个俄罗斯的选手的拳法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他们的这个肩膀很松，而且在这个格挡和狙击反击方面呢，其实有自己特别具这个自己国家的特色。我们都知道俄式拳法的相对来说，这个格挡会稍微多一点，或者打防反，这个样子也会多一点。但是他们在格挡中不丢自己的这个侵略性的这个方式啊，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转身的后摆，熊子强移动起来，绕着绳外圈。哦。阿祖拉耶夫刚才上勾全是打到了熊子强，那个上勾打进了，前刺，扫踢，哦，想出动作被对方用前手推开了，转身的边拳接左摆拳都没打到，从头顶上滑过去了，转身的后摆拳。我们都知道新武创新对就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进化，他们的转身后摆拳飞膝和他们的接腿摔法呢是比较特色的。推开前一个电波，阿祖拉耶夫啊想做拳法的进攻，熊子强不按套路出牌啊，直接抱在对方的身上，在比赛中是不允许带摔的。又一个转身的反背拳，还是没打到。哦，阿祖拉耶夫在最后的这个上勾也是空了，两个人动作出了蛮多啊，不过在这个有效率上，两个人都不是非常的高。后摆拳没打到，打空了，对方上勾也没打到。熊子强的后手拳，打完把自己的身体贴进去，这样的话就让对方的进攻没有办法发出威力了。转身的后摆拳，这个击到，这三个后摆拳里面唯一击到的这一拳。我们知道熊子强呢，在这个新武创新也是目前在这个级别的扛梁之人啊，他和王志伟目前是。还有刘大成啊，还有王鹏飞，是目前新武创新比较强悍的选手。Round two， 接着往里进，前扫击中了，啊，这个没打到，连续的踢手臂，这是泰式的选手才会出现的东西。熊子强做了侧向的移动，不硬吃对方。哦，前摆接前扫。熊子强。在对方硬拼的时候啊，熊子强不要往后退，前腿的正蹬打空了，哦，两个人在脚力方面看来熊子强并不占优。其实熊子强是很擅长接腿摔的，但是在这个俄罗斯本次的比赛里，因为在对于接腿的这个尺度是比较严的。哦，扫踢侧踹，没错，控制对方后手拳，再一个，
熊祥的这个比赛经验现在出现了，躲开了前排，绕着对方的弱势手。哇，我们看阿祖拉耶夫只要找到这个输出的机会，他的拳法输出很快而且很流畅。哦，熊子强后手，前手后手，其实我建议啊，熊子强不如去找机会做个接腿摔。前扫，两个人都打空了，接进来一个扫踢，对方接腿推到绳圈上。哦，裁判的确对于接腿摔法这个尺度的把控是很严的。刚才一个拳击中了熊子强的胸部，熊子强后手拳，我们看这个阿祖拉耶夫的眼神啊。哦，左手拳，熊子强打的前手拳打空了，前后手没打到，后手拳前扫，漂亮，但是踢得低了，踢到护具了，刚才的那个角度我们是看不到的。好，继续，好，十秒钟。这一回合两个人的对攻数还是很高的，阿祖拉耶夫的这个拳法和他的这个组合性是非常的强，组合性非常的强啊，熊子强的整体性还不错。我们看一下比赛的慢放，刚才熊子强的这个前腿的扫踢侧踹跳，后摆拳，对方接腿以后，我们看在短时间输出了多个拳法，而且命中率还不错。整个俄罗斯的选手在这个拳法的利用上的确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Round three， 好，继续，前摆后直，熊子强在拳法的连续性上没有阿祖拉耶夫好，熊子强更擅长打自己的后手，我们看就是后手的重击，一扫，前扫，哦，阿祖拉耶夫后手接前手。相对来说熊子强的单击能力好，不过如果没有连续的打击的能力的话，面对阿祖拉耶夫这种相对打法比较完整的，一扫，熊子强后手，熊子强只能出现的这个单击的重击，但又不足以击倒对方，那么面对两个人对拼拳的情况下，熊子强只能选择跟对方打单击，然后移动出来，但是很容易被对方连续的击中，保持着比游移啊，上高后手，的确在比赛中如果哇，接腿摔，的确在比赛中如果这个被带摔了是可以倒地的，但这样长时间出现的话，可能会让裁判认为你不够尽力，这是个印象分，可能会影响熊子强的这个判分，我觉得。上钩摆拳，阿祖拉耶夫，两个人在这个脚力上熊子强是不占优的，但又不得不选择跟对方近身去限制对方的这个连续拳法。哦，前后手，前换腿，就是打不着，前刺，前扫，还一个，
选好钱，一个前摆，这个好像是体能的问题吧。那这样一场比赛，可能两个人的有效打击数阿德拉耶夫稍高，我觉得可能跟他差不多。但熊子强在这场比赛中多次在双方的角力中摔倒，这样呢可能会被裁判认为不够尽力。我们期待一下官方的判罚结果吧。来看一下第三回合的慢放，就是在第三回合熊子强的有效打击数就变得低很多了，可能是体能的问题。郭胜轩高位扫地，一个接腿摔。其实熊子强可以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自己的杀手锏，虽然不会被计分，但是可以打乱对方的这个战术。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is 2-1 for the referees for the white corner, Wuran Azule. 比赛结果和方胜。看武林风筝大赛和龙灯九五至尊酒，获胜选手奖品由灯九五享至尊、龙灯九五至尊酒赞助。这场比赛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找了对手视频没有找到，然后所以讲备战的时候完全是以自己的特点去备战，没有做赛前的一些对手的一些攻防一些备战，所以这方面在场上